然后又拿了十几个，将近20个鲍鱼，差不多有60个吧，60个能不能回本咱们不知道啊。送了4个小时外卖，刚下班，买点早餐吃啊。老板，吃的有吧？买了2个饼，搞了一点油茶，今天早上简单吃一点。这两天有一小部分的网友啊，说我谦哥来我这里蹭吃蹭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谦哥是我邀请过来的，人家本来准备到其他地方去跑的，是我一再邀请让他来咱们合肥来玩一下。你说我把朋友邀请过来，我招待一下，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是不是？平常我再怎么穷，我的原则是，我再怎么穷，朋友要么不来，要来了我肯定要招待，要么我就不招待，我就直接说我没时间，是不是？我把人家邀请过来了，我吃几顿饭，这不是很正常吗？大家就不要就是说，我可能有一部分网友是关心我，怕我不是上当受骗之类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跟谦哥认识至少有1年以上，他刚做的时候我都认识他，对他这个人还是算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我也谢谢你们的担心啊。美食不选错，排雷我来做。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二，我是阿谦，今天带谦哥到蒙城路这个华联超市来给一个新开的自助餐，叫什么海鲜会吧，好像是新开的海鲜自助，我们两个来给老板上一个。必须多露一点哦。这个海鲜港这个什么自助这家店我第一次来，咱们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啊。这个鲍鱼是不限量的，同学们，这还是大鲍鱼，你看到没有？还不小嘞。梭子蟹是活的，而且也不限量。这个店不错。这螃蟹也是活的，而且。兄弟们，我今天带谦哥到这个庐阳区白水坝这个蒙城这个什么华联超市来吃这个自助餐啊，这是117块钱一位。好像是一个网友介绍过的啊，海鲜烧烤，海鲜和烤肉，基本上都是海鲜制的，对对对，主题的这个品种非常丰富啊。开喽，废话少说，对对，来，羊肉串啊，鲍鱼随便搂到这里，这鲍鱼随便搂，来老铁们，哎呀，嗯。我最喜欢的是吃鲍鱼，是吧？过瘾，对，嗯，太爽了！来了，兄弟们，我们东北的大饺子啊，是吧？嗯，吃，别再讲这个。哇，合肥包的东北饺子也不错嘛，味道不错。来，我感觉这是东北老板开的，可能是，就是我们东北人包的饺子啊，味道特别不错。来，兄弟们，先来鲍鱼啊，这是我最喜欢的，看到没有？我没有煮，这是红烧的，嗯啊，就好吃，哇，这个太香了，老铁们，来，红烧鲍鱼，嗯啊，今天我是光吃鲍鱼，我就再上一个，太香了，来了，老铁们，嗯啊，吃完了。来，兄弟们，来点甜品啊！甜品，这个是我的最爱，烤猪蹄，尝尝味道啊！嗯，嗯，嗯，嗯。还是要注意的，哇，太鲜了，嗯，蟹子满肥的，嗯，嗯，这味道还真不错，烤的。
尝一尝这个梭子蟹啊，真好。来，兄弟们，梭子蟹啊，满满的这个蟹肉，而且咸淡刚好。刚才我问了师傅，生鲍鱼都要6块一个，咱们今天使劲捞他的鲍鱼。来，兄弟们，继续捞鲍鱼啊！太有食欲了，消费太低了。兄弟们，食材，消费太低了。来，老弟们，继续捞啊！想要什么你自己拿，要不要我买？哎，我真的爱上这个鲍鱼了。哇，这鲍鱼无限上瘾。哇，太过瘾了。再来20个鲍鱼继续捞，咱们这鲍鱼马上又煮好了，继续捞它。好，兄弟们，第三碗了，鲍鱼。好了，兄弟们，鲍鱼已经吃完了，咱们继续捞，再拿点鲍鱼。再吃就60个鲍鱼了，赶紧的。又拿了十几个啊。然后又拿了十几个，将近20个鲍鱼，差不多有60个吧，60个能不能回本，咱们不知道啊。再继续捞它啊。